PCR tag 酶，通常称为 tag 聚合酶 tag polymerase， 是一种特殊的 DNA 聚合酶，广泛用于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中。PCR 是一种分子生物学技术，用于复制和扩增 DNA 片段，使其在数量上增加成百上千倍，以便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tag 酶是从一种热水温泉中的细菌 Thermus aquaticus 中分离出来的。这种细菌生存在高温环境中，能够生存于水温超过70摄氏度的地方。因此 tag 酶具有耐高温的特性，能够在 PCR 反应中承受高温，通常约94摄氏度至98摄氏度的条件。这是 PCR 过程中需要的 DNA 解链步骤的温度。tag 酶的主要功能是在 PCR 反应中合成新的 DNA 链，通过复制 DNA 模板，根据引物 primers 的配对来合成新的 DNA 链。它是 PCR 反应的关键酶之一，因为它能够在高温下工作，帮助实现 PCR 反应的多轮循环，从而扩增目标 DNA 片段。由于 tag 酶的特殊性质，它已成为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分子诊断领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用于 DNA 扩增、基因检测、DNA 测序等应用。此外，还有其他种类的 DNA 聚合酶被开发出来，具有不同的特性，以适应不同的 PCR 应用需求。